一天，警官在一所住宅后面看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，便叫住了他：你是不是想趁着没人入室行窃？您这是什么话？这里就是我家。那个人答道。正说着，一只三色花猫从后门跑了出来，在那个人的腿边磨蹭。您瞧，这是我们家的小猫，这下您知道我不是贼了吧？他一边摸着小猫的脑袋，一边说：好吧，是我误会了。不过你这只小猫毛色好漂亮，看起来很威武哦。当然，该男子面带得意地说，前几天邻居还特意求我让这只猫给他家小母猫配种呢。那么再见了，警官。等一等，别急着再见，你先跟我回警局喝杯咖啡怎么样？请推理，警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我说出答案之前，请先按赞订阅哦。订阅了吗？订阅了我就公布答案了。答案：三色猫基本都是母猫，雄性三色猫数量极少，而且绝大多数是不育的。